咗裕民坊嘅停车场啦。佢有自己嘅停车场，咁泊车嘅价钱都唔算贵，就22蚊一个钟。裕民坊嘅商场咧系可以俾狗仔入嘅，但系就要手抱或者坐车车咯。佢二楼呢度咧有个花园平台嘅，呢间 inn 好宫廷式嘅设计啊。咁佢有室内同埋室外两边啦，睇下环境几靓。咁佢室外都有呢啲风机啦，同埋原本佢系商场嘅空中花园嚟嘅。佢本 menu 都好搞笑啊！你睇下公主嗰啲样，几艳丽。佢啲外卖餐具都好靓喎。哥斯拉咖啡，中秋节谂好节目未呢？如果未嘅话咧，可以嚟呢一个裕民坊嘅中秋彩灯会。闻说咧，现场有超过500个灯笼嘅。呢边仲有个中秋 camping 嘅地方。Okay.